首先先帮我们发粽叶哈。好，可以，好，歇哦，好，那我们大家有看到，我们这一次呢，邀请大家先来包粽，包的就是我们的传统肉粽哈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先物色一下，你爱虾米料哈，爱食虾米料，等下让家给拣，然后就可以呢，把我们最喜欢的口味包到我们最喜欢的粽子里面。好，那我们老板娘首先，好，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老板娘的手势哈，帮我们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稍微有一个手势哈。好，有看到我们很可，来，大家可以，老板娘帮我们折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当然呢，我们在舞台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不是把粽叶包好之后呢，放进去适量的糯米。好，可以先第一步哈，放下我们最喜欢的，第一个是又胖最香 Q 的糯米。